桃男就是我，我就是曾小贤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赫，在这里预祝《桃园匠心录》三 D 回合第一网游公测成功，梦回三国，群雄为你而战。《桃园匠心录》是畅游上海金牌团队历时三年、耗资3000万美金全新打造的三 D 回合网游。游戏采用世界顶级 Unreal Engine 3开发，其画面表现力达到次时代影院级画质，在同类网游中达到领先水平。桃园匠心录摒弃了传统回合制网游千篇一律的游戏故事设定，注重游戏本身内涵内容，以三国背景为架构，融入现代和幻想元素，重新构建出一个充满幻想风格的故事情节。玩家可以在游戏中感受从不知晓的三国剧情，亲身驾驭64位武将，书写属于自己的壮丽篇章。桃园匠心录将推出力蛮、御刃、神臂、神算子四大全新职业，进一步加强云职业的自由概念，使得玩家可以全方位完善自己的职业术体系。全新的匠心录融入新一代将军令、武将宠、卡牌升级等立体化组合式玩法，让回合战斗更具多样性。同时，数百项优化经过专业评估，玩家升级速度翻倍。全新的 ATB 战斗系统可以实现自助调控、无极变速等技术，让战斗更激爽。此外，基于虚幻三引擎的优化，桃园匠心录较前作桃园画面更逼真，色彩更丰富，其流畅性也大大提升。桃园匠心录以独特创新的玩法和科学化的优化改进，将带给你颠覆传统的回合新体验。桃园匠心录，梦回三国，群雄为你而战。三 D 回合第一网游《桃园匠心录》今日公测，心服连开，明星助阵。上网请搜索《桃园匠心录》。